界带你来看童万节的周五主题日，这个星期的重点是台湾乡土童万日。今天由新南、竹林以及世界国小轮番上阵，带来了独轮车、跳绳以及跳虎阵等等民俗表演，而塞尔维亚的塔里加民俗舞蹈团也跟着来跳跳虎阵，画面相当有趣。壮为新南国小和花莲希望爱少女学员的独轮车表演。你本来送过来，我把你送回去，这样你来我往。那这个最主要是要考验我们双方的默契，还有最重要的是就是他们的基本功。紧接着竹林国小的跳绳队和四节国小的跳虎阵，今天都在童万节园区轮番上阵。第一个动作，八个小朋友同时在里面，要配合的非常非常的好，脚步节奏要非常非常的好，才有办法成功。星期五是童万节将士一级棒的活动日，这星期以台湾乡土为主题，而远从塞尔维亚来的塔里加民俗舞蹈团也来欣赏，一时兴起也跟着学跳虎阵，再拿起道具敲着锣，看起来还真似乎有这么两下子。他觉得这些小朋友穿的衣服非常的华丽，然后他觉得跳这种舞非常的有趣。在童万期间，我们每个礼拜五都会安排乡土的那个童万日哈。那我们基本上有就是我们县内的那个像独白轮啊哈，然后还有舞狮，还有一些跳绳的民俗活动。啊，每个礼拜五都会邀请可能县内的、外县市的来，还有我们外国团队一同来参与。那在这边也欢迎我们的活动开始来体验。每周都会更换主题的将士一级棒，将会为您带来不同民俗文化演出。民众来到这也别忘了给他们一个热情的掌声。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报道。